哎，你好，妹妹，就是你可不可以借我20块钱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是从外地来旅游的，然后我早上手机摔坏了，现在没有办法扫码付款，我一天没有吃饭了，真的，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了，现在太饿了。10块钱啊，那你能先借给我吗？但是你放心啊，我会还给你的。怎么啦，妹妹？你是怕我是一个骗子吗？那好吧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怎么啦，妹妹？听你的声音很熟悉，很像我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我第一次来这里，我先走了，你赶紧自己去买点吃的吧。对了，大哥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是啊，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了，现在太饿了。你不是自己也还没吃饭吗？你把钱给我，你自己怎么办啊？那谢谢你啊。你放心啊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哎，妹妹，你还在这儿啊？来，这个10块钱还给你。谢谢你啊。你没去吃饭吗，大哥？我已经吃了，我手机也修好了，可以付款了，所以我也给你带了一点吃的来。不用了，大哥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你不是也没有吃饭吗？你拿着吧，先吃点东西垫一下肚子嘛。谢谢你啊，大哥。没事儿。没想到你这么可以还我的钱。你这么善良，我怎么舍得骗你这点钱嘛？我说了一定会还给你的嘛。谢谢啊。对了，我看你这么久了，好像你这个土豆也没有卖多少啊。你走了之后，这土豆就没卖，赚钱真的好。你看今天天气还在下雨，这个天气也不好，你这样一直摆下去，估计到晚上也卖不了几个钱。这样吧，你这个土豆多少钱一斤啊？一斤的话3块钱。那这里一共有多少斤呢？没称过，要的话要多少？我去给你称一下。算了，不用称了。这样吧，这些土豆你全部都卖给我吧。一共给你300块钱，够不够？大哥，这多了，300块钱太多了，就100块钱就可以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刚才也帮助了我嘛，现在我来帮助你嘛。全部都要吗？这么多，你拿回去你吃得完吧。这个你不用担心啊，我买来到时候我放公司食堂，2天就吃完了，我是真的需要，来吧，钱你赶紧拿着，来拿着。谢谢。不谢不谢。对了，这个太重了，我背不起，你可以帮我提到车上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好，我车就在前面，一会儿你帮我提到车上吧。辛苦你了，妹妹。谢谢你啊。你说你早上走路走了2个多小时啊？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反正我都是来旅游的，我正好也到处走走嘛。不用了，大哥。没事了，你就当带我上去看看你们那儿的风景吧。那走吧，正好。可以请你去我家吃顿饭。好，那上车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妹妹，你差不多到家了，这边车也开不上去，也下雨了，然后我就先走了啊。大哥，你不是说好去我家请你吃顿饭再走吗？
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到家了就行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大哥，啊，怎么了？举手之劳嘛，也是你先帮助我的嘛。不是，你不要这样想，妹妹。那去你家坐一下吧。你家在哪里啊？好，那走吧。哎，妹妹。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叫陈星。陈星，很好听的名字啊，陈星。你叫我陈龙就可以了。对，陈龙。特别的名字，和电影明星的名字一样。朋友都这么叫我，都这么也这么说。啊，那走吧。你快进去吧，这已经下雨了，你看。你这么早回来？怎么这么早回来？今天你这个好心的大哥把我的土豆全部买完了，他送我上来的。卖多少钱？我这里有500。给我200。你留钱干嘛？我想明天去看一下奶奶，然后给奶奶买一点吃的，再给她一点钱。你给奶奶买吃的我不说啊，100够了，买点东西就可以了。拿着。还有，先去做饭，太饿了，快出去。没事吧，妹妹？没事的，大哥，我都习惯了。哎，妹妹，没事吧？没事的，大哥。我就是觉得哥哥很凶，每次我出去赚了钱回来。他都要把我的钱全部抢走，我就是想留一点钱给奶奶买吃的。怎么会有这么过分的人啊？但妹妹，你不要难过了，不要哭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还没给你倒杯水喝。不用了，我不渴的，我要先下去了，不用倒了。见笑了，大哥，你先在这儿坐一下，我去给你弄点菜，然后吃完饭再走吧。不用，真的不用了，妹妹。我还有事儿，就要先走了。吃了饭再走吧，大哥。真的不吃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你明天要去看奶奶是吗？这样吧，我这里还有500块钱，来你先拿着，明天去看奶奶。不能的，大哥，我不能白白要你的钱的，你这好意我心里呢。不是白白要我的钱，这500块钱就当，我向你买100斤土豆嘛，过几天我来找你拿，你先帮我去准备100斤土豆，可以不嘛？可以的，但是也要不了这么多的，大哥，就200块钱就可以了。没事儿，多余的钱我是为了你的善良和孝顺买单嘛，你收着吧，但是不要再让你哥哥看到了啊，来，你拿着，你当时给我准备土豆啊，你先拿走，不要让你哥哥看到了，一会儿你哥哥看到又该抢你钱了，来，拿着，抢好啊，这样吧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谢谢你啊，大哥，那我
那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嗯，好好好，那我先走了，妹妹。谢谢你啊。啊，不谢。俊哥。俊哥，我就知道，果然是你，俊哥。或许把谈笑中的早已淡忘。